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的是关节的动画哈。那关节动画，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四节棍啊。那但是这个四节棍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所以不太能用哦。那真正能用的，至少要做一个，比如说像人啊，但是人又太难做了啊。人光是建那个模型的话，就太复杂，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比较阳春的木偶人。那这个之前我们好像曾经做过，对啊。那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要做关节动画，我们很快的重新建一次木偶人。然后呢，建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做关节，然后再做绑定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会再做一小段的动画，OK，好，所以为了建木偶人呢，我先把这一个删掉哈。那我们稍微切到正面模式，好，然后呢，OK，正面模式哈。那我用这个比较正面的方式，让它完全平面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为了要建木偶人，这个相机大概在这里，所以我头大概建在这里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哈。好，我按 Shift A 哈，加一颗球。那我都完全接受它的预设哈，只是我把它平滑化。OK，好，那这个就当木偶人的头啊。接下来呢，我在这边按 Shift A 加一个柱子啊。拉下来一点啊，柱子。好，那为了柱子长一点啊，因为木偶人会长，身体比较扁平啊。好，那我把它，OK，这样子，稍等啊，我觉得怪怪的。好，我再缩小一点，因为这样不够长啊。好，那我先看一下状况啊。OK，我现在呢，相机显然没照到，我按 Ctrl T 啊，让它相机有照到它。好，这样子 OK，这一个木偶人的头和身体，身体也平滑化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身体我们再把它复制一份，用 Shift D 啊，再复制一份。那我把它转平啊，好，有时候觉得不太平，对不对？哈，按 N 可以看一下它的旋转角度啊。那目前的 rotation 这是-96啊，-90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转平了哈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如果这个当手就太大了啊。OK。那我们手可以缩短一点，因为至少手应该要有2节吧，哈。好，这是第一节的手。那我再按 Shift D 啊，复制第二节的手。好，那第二节可以小一点哦，但是也没关系了哈。那这是木偶人的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手的部分呢，两个一起复制哈，Shift D，那就变成另外一只手。好，这样子就大致上 OK 了哈。再 Shift D，脚也让它出来啊。那这时候呢，它的 rotation 是-181啊，-180。就会很直啊。好，OK，我让木偶人的脚是完全垂直的，这有点怪怪的，对不对啊？脚为什么会是完全垂直的啊？
好，脚可能比手大一点点会好一点。好，那我再按 Shift D。好，那复制出另外一双脚。好，这样子看一下哈，这个木偶人 OK，那我们的相机照不是很到，我把它缩小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差不多了哈，就一个很阳春的木偶人啊，这个身体感觉可以再大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好一点啊。好，那我把环境光设起来啊，这样子我们的 OK 会看得比较清楚，但是太亮啊，所以呢，我设0.5好了。好，这样环境光应该 OK 啊。那接下来呢，为了让这个木偶人不要太丑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贴一下图吧哈。那贴图的方式啊，我这边。先拟一个材质，然后呢，material 这可以命名哈、哦，就叫 wood 哈、哦、wood 的材质。那加上一个贴图，我现在要贴一个图进来，但是我首先得去抓一个图，贴图下来。那木偶人应该就是用那个木头的材质哦，所以我去我们的，这里材质下载这里啊。那我在 CG Texture 这个网站里面啊，选这边有个 wood 啊 wood，那这边有一个 fine wood 啊，材质好一点会比较好看。那所以我就用这一个啊，这一个材质，那我把它另存影像。好，在这边呢，我们把它存在这个。啊，Woodman 啊，这里，好，这样子存好了，那我就有一个材质，那我现在呢，我就先把这个档案也储存一份啊，那我一样就存在刚刚的 Woodman 这里，好，Woodman 点 Blend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 open 刚刚的那个材质啊，按 open。好，这样子我的材质和这个都进来了，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只有中间这一根有贴了木偶人的材质，其他的都还没有哦。那这很正常哦，因为每一根你都可以设定它的材质哦，每一根都可以设定它的材质。那这边我设定它的 material 就设成这个 wood 啊，那你就会看到它的材质。OK，啊，能不能一下子全色呢？我试试看，我还没这样试过。啊，好像不行啊，没有变色啊，所以还是得一个一个试。好，OK，这样子这个木偶人应该好多了哦，一个木偶人出现了。好，那在这里啊，我们已经建完了一个木偶人了哦。那刚刚这个感觉也大致 OK 了哈，所以我们为它加个地板。好，我们为我们的木偶人加一个地板。好，加一个 plane。好，那这个地板呢，再大一点。好，那我切到顶面。OK。好，那OK，
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地板呢，我给它设个颜色，material 点蓝色哈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的地板就有了。好，这个颜色好像很难看呀。绿色好了。好吧，就这样。你可以看到它有影子，对哈。好，那现在这样子，我们就先把这个木偶人存档啊。那存档完，我们再来做关节绑定的动作啊。所以我先暂停几分钟，我们再来做关节绑定的动作。